際本当に日本人として認められたという気持ちで感謝の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です。自认拥有西方血统，但内心是日本人。戴上后冠才短短半个月，新科日本小姐现年26岁的乌克兰裔追野卡洛琳娜，经传卷入不伦丑闻。卡洛琳娜封后不久就被日媒踢爆与45岁外形帅气的已婚医师谈恋爱，对方不仅有个漂亮老婆，也育有小孩。起初卡洛琳娜否认，表示不知道对方已婚，两人只有初步交往，没有亲密接触。不料周刊一提出握有两人牵手的亲密照片证据，卡洛琳娜立刻态度逆转，在 IG 发出道歉声明，改口是自己太害怕才不敢说出真相，决定退还选美后冠，也与模特经纪公司解约。やっぱりね、この見た目だと英語が話せて当たり前というか話せるでしょうっていう風にね思われがちなんですけど、まあ話せないんですよ。拥有西方面孔，实际上却是从5岁就与乌克兰双亲在日本生活，连英文都不会说。卡洛琳娜当初封后就引发议论，没想到血统争议才稍微平息，又爆出不伦恋，连后冠也飞了。只能说新科日本小姐的光环稍纵即逝，一波三折。三立新闻，金雪慧报道。